海胆，这个海胆指定是翻车的。然后一共买了五个，一个是空壳，就属这个肥一点，但也不是太肥。剩下的都爷爷的钱买的，反正。那是条线，嗯，就是特别爱吃海胆，每回看见海胆我都得买几个。嗯，看这个，瘦的几乎都没有东西了。哎呀，妈妈，这是你胖了没有？还有最后一个。老爷，爸爸妈妈没有做饭，爸爸都没做饭呀。嗯。